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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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3年11月1日，面啊系人哋俾嘅，唔系唔俾面啊，人哋即系有时冇咁口响系嘛，不过假咧啊就真系自己拎嚟丢嘅，你唔出现喺现场就冇事，今次真系冇得出现喺现场啦，啊要星爷嗰啲啊，假咧啊就系、是、自己攞嚟仲要拉长啲丢嘅，咁咪得个雕字，呢单雕做唔成喎。其实你当日啊，一早派阿波波去咪得咯，系咪阿猫波？自己申请嚟做乜咧？你真系博嚼嘅啫。又有人话呢啲叫做 OX， 自己申请嘅。我谂要将呢句带嚟英文世界先得噶啦。You apply for it, have an appointment， 何必咧？咁同埋啦，唉，呢啲嘢认得早、认得狠、认得准，咁啊最好噶啦。你明明系因为制裁，做乜话美元？元发财咧嗱，话说呢度李家超因为日情事宜咁啊，话你咩日情事宜咁巴闭啊？有冇月情事宜啊？你 M 金啊，就未能出席呢个 APEC 嘅会议，会由陈茂波咧就代为出席嘅。嗱，咁我哋又睇下新闻报道点样讲咯噃。特区政府即系你揾个新闻稿员喺度讲啫吓。嗱、啊，你要讲得得体啲，咁人哋新闻官啦，咁梗系得体噶啦。不过喺度掩藏住你嘅下。下体系冇咗啊！呢、这个咁样嘅事实，中国香港咁话，仲要加中国，以按惯例收到东道主嘅邀请，派个阿婆出席咯吓、啊，阿婆肯定冇事，身家清白，出席11月15日嚟紧噶啦，三日嘅美国三藩市举行嘅亚太经贸组织协议，讲明系领导人喎、啊，阿猫波系咪领导人啊？喂，呢、这个第一点，第二点啦，早前啊，佢会见嗰条友咧就唔关事啦，你以为人哋周？部长阿柳森，柳森啊嘛又叫，就可以帮到你喺个会场度疏通疏通咩？如果唔系，喂千见万见你都唔会见一个柳森噶噃。咁老实嗱、啊，你想报复嘅好简单，你叫阿猫波咧喺加州嗰度咧打劫啊，几多钱啊？好似话$950以下就唔犯法嘅。嗱、啊，你睇下做一次，然之后就向全世界讲嗱、啊，你睇下治安几咁败坏，咁样去奇落呢个美国佬系咪？咁阿猫波。先叫增色不少啊吓，有咩啫？人哋陀枪师姐走过嚟啊，师兄啊嗰、那个，你都系罚人2000咋？一下子劫佢$950，系咪多过2000啊？咁啊，见到香港系几咁司法不公啊吓，一条友仔哇罚得嗰2000元，徇私啊枉法，下次带飞机大炮噶啦，同你讲，今次试下噶咋，先头部队，其实想效荆轲刺秦王啊，你玩嘢啊真系夹埋一铺啊就。特登啊！你中晒计啊！你谂下，人哋上飞机嗰阵点会 check 唔到噶啲安检？我啊唔信啊！嗰个议员，大家话系咪啦？华盛顿参议员，佢就系揾啲啊二打六添啊，仲要骑落嚟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即系你如果讲阿麦康奈尔嘅麦康尼走过嚟，驮住碌炮，哇咁大碌竹咁样，你唔敢制裁啊？人之常情啊！家下只不过系少少嘅一个华盛顿参议员咋？诶，放生惊！冇胆啊！海大富使唔使留撇须个俾自己啊？哎，咁核突嘅嗱。不过啊吓，咁、啊、我哋又睇下收到邀请简啊，佢又点回应？特首李家超由于日程事宜啊，咩日程咁巴闭啊？啊，你问下佢啊嘛。你嗰日身体好嘛？使唔使染片啊？你识咁啊？啊，未能亲身代表啦，你凌云出席啦，文米啊，叫文米捐帮你，凌云出窍气，斩花最顶。咁未能代表咯。喂，不如你个位都俾阿猫波褪埋出去俾佢啦，即系由财政司司长陈猫波代为出席啊。其实你出唔出席，人哋都冇乜所谓嗰啲嚟噶啦。嗱、啊，会中会谈及乜嘢咧？劳动市场、土地、房屋供应、环境等等议题。咁啊，输入更多印佣啊 ，APEC 啊嘛，唔系你点啫？环境议题蚀钱蚀本货嚟噶，定发行嗰啲绿色债券有关系啊？唉，唔 Q 清咗佢啦。仲会分享点样同内地紧密
融合，等青年参与香港发展咁话，你内地青年参与香港发展定系点先？咁是但啦，猫波最后啦，赚到一餐。咁我谂佢想学梁振英噶。2012年俄罗斯嗰度搞会议嘅时候咧，当其时梁振英咧就话为咗专注处理香港事务，所以就取消出席会议。嗱，有前科啦，就改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席。咁但系to be honest 啦，你一早讲咗你唔出席嘅，就唔使而家咁丑啦嘛。唔系嘅，佢哋会回心转意嘅。我一直都等紧答复嘅。你咁屎拗烂拗嘅，今次由华盛顿参议员走过嚟，就更加显得出。哎呀，你个胆小如鼠，冇胆匪类。哇，八只大字作住喺心口啊！呢啲全部都系匪类嘅特征，八字所为。你应该好似林郑咁啊，嗤嗤以鼻啊，一笑置之啊，一冇回应，一情是义啊，唔好意思咁样啊，攞住只手嗰啲，诶，系我啊，唔好意思咁样，喺度成只狗咁。嗱，唔系我讲嘅，我讲你咁啊冇用啊，你喺中国人眼中抬唔起头咁啊算啦，唔系喎，东方之珠嘅病夫啊，东亚啊嘛，系嘛，佢可以去东亚银行嗰度开户口啦，得唔得？你累埋人哋受制裁啊，开个病夫户口。嗱，我哋呢啲讲你咧，咁你话自己人啦，唔系喎，人哋都讲你，你喺外人面前丢假，咁啊好面懵噶嘛。美国媒体就话啦，李家超同普京几乎肯定，即系都仲惊少少啊吓，无法出席 APEC 啦。点解成日用几乎咧？俾啲希望你，你自己申请下嘛，咁样啊，真系衰嘅啫。习近平帮唔到佢，见埋柳心都搞唔掂，系呢排先咁面懵啫嘛，估唔到出席都搞唔掂啊，或者根本就完全冇同佢申请过啊吓。嗱，美国媒体就引述主管 APEC 事务嘅华府官员啊，又系华盛顿佢搞，原来华府官员佢应该同陀枪嗰个熟啊。我明啦，原来嗰条友之所以搞咁大坛嘢，系攞嚟传话噶，即系走过嚟同比加超讲，我终于明啦。你话啦，咁大单嘢，特首会唔会见佢啊？你话冇，我唔信嘅。不过佢又一定话自己冇嘅。呢啲外交风波嘅嘢，佢点会唔去啊？哎呀，我又泄露机密添，大家都冇听过。咁然后啦，某军同某军喺天牢入边会面嗰啲啊，咁跟住咧啊弟子仔啊，查实咧呢单嘢咧点点点点点，咁我哋又谂住点点点，都通风报信通翻卖国。我讲紧嗰个洋人啊，你冇望噶啦，自己褪啦咁样嗰啲啊，即系费事面懵啦。哦，原来呢条友先至系真正奸噶，我仲以为佢惊屙刺秦王添，原来走过嚟通风报信，唔怪得罚咁少啦，2000银搞掂，2000银机票钱啊，你玩啊？我搭去伦敦都唔止啦，岂有此理？2000蚊消费券都唔止啊！我同你讲，喂，原来陀枪咧罚消费券噶咋，2000银啊，第一期啊，有第二期、第三期啊，好找数啊，猫波。嗱，咁今次系特别你最冇面啦，美国政府系邀请晒所有成员参与过，不过咧得两个领导人系冇办法出席嘅啫，包括边两个就系普京啊，同埋你呢个比加超啊。原因当然因为佢喺制裁名单上边啦。查实，喂，佢搭咩飞机去啊？之前佢走过去中东嗰度，佢搭咩飞机，使唔使执一执啊？所以美国呢啲又系嘅，人哋喂，你以为李家超好伤命？我唔觉得佢有几伤，制裁完全系软弱无力嘅。你睇下，原来呢个唔去，阿猫波咧就可以去嘅，咁都羞耻啦！你喺度邀请嗰啲反人类嘅国家喺度出席，咁但系有分层次噶噃，因为咧阿李家超算系获得优待嘅，美国几时都系灰溜溜放到山门，可能因为即将咧就要投降中国啊，因为拜习会啊嘛，拜登就要会见呢个习近平啊嘛，好似话系会成事嘅。APEC 峰会入边如胶似漆，莺歌燕舞，就只不过系可惜咗个李家超咁解嘅啫。点解话分层次呢？原来美国系直接通知呢个克里姆林宫啊，一个白宫一个黑宫啊，都几得意，一黑一白啊吓。嗱 ，APEC 峰会嗰度系唔会邀请呢个普京嘅，咁普京当然又系亚晒降噶啦，咁但系佢南非嗰度都出席唔到啦，国际战犯啊嘛，俾人通缉噶。咁但系又唔知点解去北京嘅时候冇俾人捉噶喎，冇问题系嘛，冇执行到国际法庭嘅仲裁啊，依家就喺联合国嗰度巴士币喺度话巴勒斯坦乜乜啊 ，stand with Hamas。咁但系我哋冇得讲噶噃，即系好似以色列代表咁，佢喺联合国大会上边就展示住 Hamas 点样去将呢个泰国嘅工人啊挑手示众，哇！你
呢啲，好唔尊重㗎嘛，係咪？咁但係聯合國唔會理你㗎、人地將你嗰啲咩囂手示眾冇所謂，最緊要你以色列呢就唔好攻入去啊，已經達成咗呢個停火協議呀，即係聯合國冇約束力㗎、就唔知佢跟唔跟。咁同埋原來有拗過㗎噃，莫斯科嗰陣時呢係直接咁問，喂，你今年唔邀請我嘅，你要盡義務先得㗎。講嘅說話同中國一撈樣㗎喎，同比加超一撈樣㗎喎，就唔知點解啊，講啲嘢咁似樣㗎，又話人哋要盡義務邀請嗰啲。咁結果啦，又係啦，自己申請㗎 ，you apply。俄羅斯駐亞太經合組織即係 APEC 嗰個高級官員別爾德耶夫，佢就話已經收到呢個通知，今年呢 APEC 峰會嗱正式通知啊嚇，就唔會邀請一啲嘅領導人，因為啊美國係對佢哋實施咗制裁限制㗎，即係話自己要有力咁樣。你話有冇力呢？冇跨域管治權啦、咁但係 APEC 今次佢話事啊嘛，咁咪有得唔邀請嗰啲比加超各樣。嗱，我極度懷疑啊嚇，你其實比加超都收到呢個通知嘅，就只不過咧係唔肯認咁解嘅啫，有時。咁但係美國冇做到出面，已經算係俾足面你噶啦，就麻煩你自己識相咁解。所以呢隻公仔啱用啊，家下唔係你飛我，係我飛你，你記住咁樣啊，難散子啊嘛呢、這個。咁冇嘅，到最後啦啊，香港原來都可以派人出席嘅。嗱、有啲人就喺度話美國咧啊就玩 Q 佢啊，到時踎波都會俾人制裁，跟住冇得出席，梗係唔係啦？哇！嗱，賭幾大啊？唔好賭錢，係加分啊，唔準賭錢。咁但係咧口頭交啊，我啊話佢一定出到，你美國嗰啲邊會制裁啊？算吧啦，軟墮墮，軟弱無力。呢啲不過唔好褪啫，本身制裁開就唔做到咁出面。你 APEC 峰會上邊啊，我哋就等待呢個美國向呢個習近平咧就投遞呢個行書，將美國嗰啲勞工啊、女仆啊咁樣又輸出，男奴女雞子啊可待。咁不過今次比加超出席唔到各樣咧，佢又唔 honest 啊，唔得嗰個叫做坦白，咁啊唔係幾好。面懵都有分兩隻層次，佢呢隻咧就屬於最衰格嗰隻，就係咁樣樣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。